已故赌王何鸿燊、三房千金何超云，去年答应下届任职高级消防队长的未婚夫，婚期未定。至于妹妹超年，就有指将会在四月在巴黎举行半亿婚礼，据指婚礼星光熠熠，多位明星好友都会获邀出席。近日何超云度过他的34岁生日，好开心地在网上发文。何超云以紫色性感吊带裙示人，